还有扎心，今天大家看到的就是三天两夜的台南 vlog。 那这次的 vlog 比较特别，是有一个挑战的，就是呢我要用韩文来拍 vlog， 是不是非常的大胆？因为呢我根本就没有正式的学过韩文，平常有在看韩综跟韩剧的人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听韩文？试试看讲讲看韩文，毕竟语言就是拿来沟通的嘛，勇敢的说出来才是最重要。一样啦，就先打预防针，因为我真的没有正式的学过，万一有讲错打错之类的话，就是下手轻一点这样子。那我们就边游台南边来挑战吧。지금도착했습니다台南우리동생은메이크업중이야너무바빠야시끄러워요고멘빨리이거는오토바이귀엽죠나오토바이못해근데운전만해지금가요응한번어괜찮아천천히해무서워너무무서워못생겼어점심을위해서여기왔습니다뭐랄까너무샤샤블러시번재밌는이야기있어요그에피소드스토어에서주소를검색했는데테스트타면시간이어느정도는나알고싶어근데아무것도없어왜오버가없어요배고파배고파잘먹겠습니다매워요머리아파이제 2PM 나무는것같아오케이우리동생은점점익숙해졌어지금시간은오후3시예요달려가고싶어이순간모든감각오늘날씨가되게좋다그래서너무더워요땀나진소가먹고싶어요우리돼지요돼지돼지는피그가자진소먹자우리가여기왔는데봐없어똥송이야다변성똥송날씨진짜좋다하늘봐갑자기빈손먹고싶지않아책임가자이기마쇼숙소를도착했습니다여기는되게전통느낌이에요오생각이보다커요여기침대이거테레비그리고여기소파어이거뭐예요껐다켰다가장높은절벽에올라가소리쳐나는바다야아야야야저핸드폰은배터리나갔어요와우여러분사람없어去哪里去哪里你好像一块布在这里走OK 앞머리어이거야시장가서싸는거다비슷해맛있어찌파이오역시다이난안녕大家我觉得现在先讲一下中文我觉得好累지금시간은12시반아쉬워무슨12시哎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就是大睡特睡好不好我们原本今天是就是十点要去吃牛肉汤的哈哈我们两个真的太累了所以我们就睡饱然后我跟你们讲我今天就是刘海就是好像中分这样讲了中文之后就是整个影片就话突然变很多接下来呢我可能就是可能中韩夹差忘记打忘记走
很适合那个。哎，여러분，와대리，快到了吗？Seven，救星，耶，41.1。여기는지메이박물관 yes. 오랜만에또찾아왔습니다
好的，三天两夜的台南 vlog 就先到这边了。这次的 vlog 是很临时起意来拍摄，虽然中间还是忍不住讲了一些中文，不过我觉得我比想象中讲出了不少韩文啦。就如我开头所说的，一个语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勇敢的说出来嘛。就算你讲错，其实外国人也不会觉得你怎么样，因为听得懂就好。就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喜欢的话呢，就记得按订分流，开启小铃铛，追踪 IG， 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